连战一家可高档料理，千万兵力 stand by。中华民国再退一步，就有可能亡国啊！国民党这头忙着亡国感很重的2020总统大选，再对比上演吴哥窟的主席，这荣誉主席连战倒是显得老神在在。14号晚上啊，我们就在东区发现了连爷爷的千万兵力，后头紧跟着直逼国安等级的随扈，丝毫不敢怠慢。随后坐车来到某间高档西班牙餐厅，从副驾率先下车的正是月末怀有9个月身孕的连战女儿连永新。诶，紧接着登场的当然是全身散发着娇贵气质的连奶奶连芳瑜。时间一到，架子没有就丢掉了。喂，马欧北贡哦，这对老人家黏贴贴的程度，你是参穷光狼，搜寻为黑暗你肝胆。大约2个多钟头后，老人家再度移动缓慢的步伐，赶紧的回家洗洗睡，结束短暂美好的家庭聚餐时光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